插画集第二集登场咯。第二集跟第一集一样，秉持着相同的精神，虽然不是 R18， 但有很多香香的色色插图。另外，本次新刊套组搭配的内容是可爱的诺贝塔助理朗亚克力吊饰，以及游戏主题曲《魂的记忆》单曲 CD。插画集都可以色色第二集套组，非常豪华，值得收藏。喜欢诺贝塔的朋友们，千万不要错过哦！黑色洋装、紫色披风跟可爱的大帽子，诺贝塔的标准红女装设计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？你说还想看更多？这款商店立牌只是给你两种不同面貌的诺贝塔。本次推出两款全新的大书店，这款是做对塔的，然后这一款是凡妮莎的，两款都非常不错哟。凡妮莎这一款则呈现凡妮莎华丽的风格哦。简单的开箱吧。由监督老师所精心绘制的诺贝塔，与特别调制的粉色，令盒子外观看上去十分吸睛。打开盒子后，随即就是主角 NJ300 游戏分享卡。金色的黑色装饰了诺贝塔可爱的样子，再来背后的接口标示。logo 也经采用了诺贝塔风格的设计，除了 NJ300 外，盒子内还附上 USB Type C 线、HDMI 线、软体讯号等配件。对了，别忘了说明自己是可爱的诺贝塔风格哦。关于我不小心把路边鸭壶捡回家的故事，为无字黑白漫画加色彩插图，配合无数少年与妖狐艾儿的相遇，相处平凡又难以忘怀的故事。除了漫画之外，收录了多位绘师绘制的妖狐艾儿全彩插图。这是套组搭配的口罩，使用透气布料不怕闷热。口罩有两种使用方式，
传给侧躺的妖狐赖儿，性感又可爱，可以感受到妖狐赖儿满满的魅力哟。赶快把那个贝塔与爱的送给大家吧。